第二组出战的是陈潇和哲远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哇呀，郎才女貌的一对，快来快来！不要搞我、啊！来，属于你们的感谢大赛，还是刚才那两只吧，把放远一点吧，不然又干扰。来，哎，这个是正面。对，好，属于陈潇和陈哲远。是这样的。你不要搞别人的螃蟹，你这个人，属于陈潇和哲远的感谢大赛。就是开了，开了，哎，没有动啊，这个也没动啊。我是跟螃蟹有仇吗？因为平时喜欢吃螃蟹。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三二一，倒计时现在开始。陈潇，你明明已经出去了，你还把他拉回来了。你好实诚啊。哎，怎么往回走啊？这螃蟹，你要往反方向摁啊。我不是这样的，行吧？哎，陈潇的遥遥领先啊，已经来到了三等里的地方。陈潇，好厉害。他好厉害啊！打不过队友，干脆就跟他一起为队友加油，对不对？谢谢李哥啊！陈潇，陈哥辛苦，陈哥辛苦。他自己往后面走。你把他移个位嘛。天哪！好，现在陈潇还是领先的，倒计十五秒。程姐，不好意思啊。主要是你控制他那个左右，他不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好难控制啊。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这个真的算。来，这样，陈潇，不着急，我们来问一问陈哲远。我们问陈哲远，陈哲远，你觉得这一轮比赛获奖的是？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道理，就是这个螃蟹它跟我有仇，可能因为我平时太喜欢吃螃蟹了，它老是不听我的话。所以你觉得你赢了还是陈潇赢了？我赢了呀，但是陈潇，你有什么想发表的吗？看，这才是凭本事赢的。完了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陈哲远刚才在逗他玩了，就是在陈哲远没有丢螃蟹的前一刻呢，我们是陈潇领先一节，所以陈潇这一轮是获得了二等礼，对不对？获得了二等礼，我们谢谢二位，我们先请二位回座位休息一下。